多次的迷你潜水。迷你潜水是开放水域的模拟潜水，练习在开放水域中实际的潜水步骤。教练会让你和前伴计划潜水，就像在开放水域潜水一样，计划中要包括潜水时间和空气供应限制。你们要进行下水前安全检查，并使用适用于水深无法站立的入水法和出水法。每次的迷你潜水，教练都会指定几项特定技巧和目标。你会与前伴一起练习技巧，也有一些水中游乐的时间，可以单纯享受在水底的感觉。学习潜水可能富有挑战性，但也富有价值，令人兴奋，也是一种全新体验。此刻，你已经学了很多关于潜水的技巧，即将完成开放水域潜水课程。但在你成为佩蒂开放水域潜水员感到兴奋与满意的时刻，这一步只是旅程的开始。谨慎的潜水，遵循所学并不断的学习，一辈子的水底冒险正等待着你。欢迎进入潜水的世界。